要不要马甲？老头来活了，对对对，好他好的。聊天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咱们好好的，咱们别说过分的话就行。老头来活了，老头儿。我现在三儿，我现在时刻盯着你，他一言一行跟我这小舌头说话。我怎么，你这话里有话呢？谁话里有话？话里有话是好好说话，别什么卡巴当啊，吃渣渣啊，这是，这不是找吗？这不是。他不能说那话。你呀，你看你没有马甲的话，你打字受权限，你要有个马甲就没有权限。你老怕我套路你，行，就算我套路你，你兜里的钱不往出掏，不是一样吗？哎呀，你说那么多废话没用。他现在你看就搞不懂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你你也要是有毛以病，后我你不还提有马没？甲的事儿了啊！你要给就提给不呗。提哎呀的？妈，你瞅瞅这可咋整？你也有毛病，你提。一直问要不要马甲，你要给就给我呗，跟那你，肯定拿着啊。不是，我就寻思有的人他不愿意要，我完了你给他穿完之后，他还得说你给我脱了。要么咱们睡觉吧，白费。看透不说破，啊，走了，你瞅瞅，人物哥走了，陪他家的石头蛋子去了，哎。查理德呀，明天你来不来了？明天再唠吧，查理德，行吗？我慌了，你慌什么呀？你慌啊？你有什么慌的呀？欢迎小孩儿，小风孩，你干啥去了？老查呀，你要不来呀，咱早下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你看见没啊？你一天天的，你还不积足呢？你不来，俺都下播都困了都。孩儿，你干啥去了？孩儿啊，啊，小孩儿，全都因为你。美女单身不？嗯呐，美女单身。欢迎王先生，你问问三儿吧，你问问三儿，我是不是单身？